居居从以前就想当新娘子拍婚纱，但是高中就必须半工半读来维持生活与学费，所以一直在科技公司工作，也没有时间交男朋友，所以就养了一只猫咪叫 Biu Biu。平常休假都会带 Biu Biu 去散步玩乐。过几天就是 Gigi 的20岁生日了。所以居居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礼物给自己，那就是生日当天与 Biu Biu 一起拍婚纱照。谁说要有男朋友才可以拍婚纱照呢？我介意我的婚纱照，甲别人无同款，好色。